时代的正经。不不不，有没有想过一种危险，教会人思考却不教他该做些什么，用金钱和快感逼他做那些和他自己不相干的事，再逼他为金钱和快感编出意义来。社会生物学也行，科学决定论也行，让他相信不危害别人就是道德的上限，然后给了很多身份，逼他编出这些身份与尊严的关系。其实逼他的不是别人，他自己的思考在逼着他，这人会疯的吧？还不够呢，试着把几十亿个这样的疯子关在一起，让他们互相说话，这些甚嚣尘上的风言风语又会逼他们想出什么别的来呢？哼，这个巨大的马戏团。想清醒过来吗？和我一起从你该做些什么开始重新想起吧，翻转电台，看清这个马戏团。大家好，先预告一个事情，8月23号到25号在北京农业展览馆有一个 DICECON 举办的桌游展，那么范尔电台在上面呢会有一个桌游，还没有完全做完，但是已经是一个比较相对成熟的版本了，可以供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也可以进行一个线下的交流。这个桌游呢是我和范电两个听众我们三个人一起做的一个桌游，很有意思，也特别欢迎你能够在那个时候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好，就先预告一个这个事情。大家周一晚上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范尔电台，我是李厚辰。那这个是我们年度专题的第27期，关于这个个人主义平民社会里面的表达时代这一期。那么我觉得最近呢确实是讨论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的时期啊，因为最近我们正在一场关于这个言论的大风暴之中，可能都不止一场吧，就很多很多关于言论的大风暴之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回头来看这个问题啊，从这个角度，从这个个人主义平民社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好多实际经验上的收获。那么由于这个传播啊，一直是很火很火的领域，然后我相信稍微关注一点知识领域的人啊，应该都看过各种各样关于传播学的文章啊、视角啊等等等等的内容。那么如果仅仅是从这些角度啊再来讲讲啊，其实可能并不是我的关注重点吧。所以说今天还是会 focus 在，因为我们整个这个第八章 chapter 8 是关于个人的生活在这个个人主义平民社会时代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表达时代啊，并不是讲从宏观上怎么看它，更多的还是 focus 在个体生活视角上来看表达的问题，而非进行一个整体的批判。那么我们还是继续延续上次的话题往下接着说。我们上次呢就在说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塑造了什么样的所谓非人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中有什么非人性。那上一期我们主要讲的呢就是个人主义啊提供了很强烈的证明自身合理性的冲动，就是在个人主义的时代啊，每个人呢即便是他是一个享乐主义的人，他是一个完全实用主义的人，他是一个就想赚钱的人，他也需要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那平民主义呢证明了提供这种合理性的策略。那上次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这个策略，并从这个策略去讲知识型愚蠢。那这个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平民主义啊，希望每个人他的这种自身合理性都处在同样的处境和情感之中来证明，因为在共通的处境和情感之中，人们才可以维持平等，平等对人们很重要。好，这是我们上一期的讲的，所以上一期可能有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情境理，处境、情感和道理。就你道理再好，道理也无法帮你进行个人处境和情感的觉知。如果不能进行处境和情感的觉知呢，道理不光不能帮你分辨，道理可能还会让你越陷越深，会让你在一个完全不真的处境和情感之中，就是完全投入到其中啊。这个就最近例子太多了，我们就不用去举这个例子了。那么今天说到表达时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开始接下来往下问这个问题了。那么这种处境和情感啊，就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之中，大家去追求的这个，第一啊，有没有一种比较共通的处境和情感？如果有的话，它是怎么来的？它是碰巧碰出来的吗？还是它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这个东西跟表达有什么关系？那刚好这期我们谈表达社会，就可以延续上一期的这个话题往下接着来探索一下，就如果有这么一种所谓的处境和情感，它是什么，它与我们每天都在观看的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呢？相信这个不必我多说啊，如果有一种东西在强烈的塑造我们的处境和情感，它跟表达的关系非常非常大。我这里还要往深了说一个，我们说个人主义时代人们要自证合理性，那么这个个人主义时代自证合理性，那并不代表个人主义以前的时代，古希腊的人孔子他一样关注自己的合理性，但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呢？也就是说今天的个人主义时代，我就不能讲得太细了，但因为流动性啊、独立产权啊等等原因，就现在个体啊要去证明自己的自我合理性，它是立足于某种独立的自足的方式去完成的。但又因为我们之前讲教育也讲啊，就根本的这个时代背景啊是一个分工社会，因此在分工社会之中呢，它这种独立自足又不是完完全全能够靠自己去实现和完成的。因此呢，今天的个体啊，他希望能够独立自足的去证明他的合理性。就比如说过去的人就不这样，我觉得不用说太远，可能我奶奶都不这样。我觉得我奶奶可能都是一整个大家族作为他自己合理性的立足点啊。但我们今天就不能这样，今天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自我为立足点。但这个立足点之上呢，我们又必须又依赖于他人对我们的尊敬啊，依赖于他们与我们的交互，在分工社会之中去完成它。所以说这个时候非常依赖能够独立到个体的行为，就比如说私有产权和消费，只要有私有产权制度啊，你的钱和你自己花钱买的消费品确实是跟其他人有很明显的分隔和隔绝关系的，那这个呢都是我们去建立一个独立自足的自我认可特别重要的一些手段和技术啊，现在确实如此。所以说呢，这个私有产权和消费呢，可能从十八世纪英国开始啊，就是个人生活一个特别重要的主轴了。那么这个表达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想象，表达这个事儿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独立而自足的。所以说，尤其进入这个媒介时代啊，人们开始可以旺盛表达之后，尤其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之上表达之后呢，我觉得表达与私有产权和消费啊，就成为最核心的日常生活了。实际上，大家如果去看看各自的生活，我说生活主轴是这三个一点不奇怪，就是赚钱、消费和表达。就今天日常生活啊，跟可能还多一个享乐吧，可能我享乐比较少，所以不怎么写。那除了享乐之外呢，说起来就是赚钱，但消费可能已经包含享乐了，就是赚钱、消费和表达。因此表达作为一个个体可以独立自足的完成的行为，这个自足的完成就是说，你再不济你可以像阿 Q 一样嘛，就是你说出来然后用精神胜利法去完成它。当然到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还不用，就算少啊，你也能够在朋友圈得到一些其他人的回应。所以说表达呢确实占据了特别核心的地位，这个我不用多说啊，每个人都有实际的经验和实际的感受作为基础。那么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赚钱、消费、表达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其中呢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情感。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八章啊，多面非人生活的第二部分，表达社会。那么从表达社会这里呢，我们要重提一个之前的概念啊，就是那个第一自然啊。这个第一自然，我简单的说一下，这是之前一个系列节目《媒介和传播》，其实跟今天的关系很大。之所以重提第一自然，就是因为媒介和传播听着跟今天表达社会关系就非常大嘛。这个第一自然的意思是说啊，我们现在也在说自然啊，自然保护啊，自然保护区啊，等等等等的。今天我们说自然的时候呢，更多说的是一种非人的环境，就是比如说一个地方不是城市啊，是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说的是这种人类影响较少的一个地球的形态和一个生态，我们把它称作自然。但这么说呢，我就觉得它遮蔽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说自然啊，指的是一个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可能从中啊攫取资源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我们上一期 special 里面就讲了这个自然状态这点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么理解自然，把它理解为一个仅仅攫取资源人类染指较少的一个生态环境呢，就忽略了自然的意义。自然其实 nature 这个词啊，指的就是人所生存的根本环境。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指的那种自然保护区那种自然呢，我就管它叫第二自然。那第一自然呢，就是我们人生活在的这个自然里啊，今天来讲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代城市环境。对绝大部分人来讲啊，是这种现代城，但严谨点说，对绝大部分的听众来讲，或者对于绝大部分对于这个世界啊有影响，在消耗这个世界最多的资源，攫取这个世界最多的财富人来讲，是这么一种城市的生活形态。刚好今天在看理想的文章呢，也在说这个事儿。好，我们说自然有自然的结构，我们在那个专题节目里就讲到，这种第一自然，就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真正生活的一个环境，它的根本结构呢，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说是一个情境符号意义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所生活这种自然环境呢，它是被分成不同的情境，情境内部有不同的符号，符号呢在通达某些意义，这个呢是我们第一自然的结构。这个结构当然很好来做一个传播和表达的分析。那我们开宗明义，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某种表达社会。那表达社会呢，指的就是一个情境与处境锁定，符号可以起到跳跃性的作用，来通达不同的意义的社会。所以说，今天我们所讲的表达社会，实际上就是对第一自然一个特别详细的描述。在那个专题节目，我们讲到第一自然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细节的去描述它，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期节目呢，就相当于来完成我们对第一自然的描述，也就是说，我就初步把它描述成一个情境完全锁定，这都是上一期的内容啊。符号可以起到跳跃性的作用，来通达意义的社会。没事，这个地方我就是把它提出来，我们之后会很细节的来说它，从情境、符号、意义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好，那在这个地方呢，不管是之前听过还是没听过的人，可能都稍微有点糊涂，因为你突然提出了一个三元的结构，就是所谓的情境、符号、意义，你这东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框架怎么能够来帮助我们阐释今天的环境呢？所以说在当时提出符号、情境、意义的时候呢，当时是在这个人类的书写文字基础之上提的，所以我们就说书写文字的发明呢，也跟文明的开始大有关系。那么因为书写文字的发明呢，我们有三种文明，就是这个符号文明、情境文明和意义的文明。这不是我说着玩的，这可能跟汤因比啊等等很多观点都有类似之处。那现在我们就先把这个三种文明重新简单的说一下。在那期节目其实我们就讲啊，我们今天呢属于情境文明。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人类有这个书写文字之后啊，我们都知道在最开始这个僧侣阶级是垄断了书写文字的，其他人呢是未必可以学习书写文字的。就包括我们最开始发明书写文字的地区啊，就这个巴比伦地区。那巴比伦地区的书写文字发明呢，是用来做记账的。那个时候记账的也不是商人记账，那个时候记账是女祭司记账。实际上呢，是祭司和神职阶层在垄断符号。所以那种最开始啊，我们就管它叫符号文明。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人就只有一个情境，就是他们与生俱来这个有神论传统。在这个情境之中呢，就要靠垄断符号来形成这个文明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最早那个阶段我们就管它叫符号文明。
那随后呢是轴心时代。我们之前很多节目讲过，轴心时代的东西都是最初的传统消亡，最初的传统消亡呢，也就是最初的秦晋被破坏，就我们这边所谓的这个礼崩乐坏。那这个时候呢，就走入了多秦晋的和异义的可能，不管是从苏格拉底，甚至前苏格拉底时代，那我们这边从老子、孔子呢，就开始进行秦晋的分辨，这个秦晋之中呢，就开始产生了异义。那从这之后呢，实际上你看，一旦有秦晋，有不止一个秦晋，有单一秦晋的时候呢，谁掌握符号谁行；没有单一秦晋的时候呢，要么呢就直接掌控秦晋，要么呢我们就直接诉求异义。那从那之后呢，从轴心时代之后，当时我们就说啊，那之后呢就属于某种秦晋文明。秦晋文明呢，就是其后的统治者和权力啊，都诉求锁定一个秦晋。就不管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等等等等，都是对某种秦晋的锁定。而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呢，都在诉求确保异义。所以说，从轴心时代之后啊，这个社会就存在在一种巨大的张力之中，就是秦晋与异义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张力。那直到今天，直到最近的事情，它实际上还是秦晋与异义的张力。当然，不是说从轴心时代到现在就没有变过。从轴心时代到现在呢，有一个最大的，不能叫机遇，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呢，就诉求彻底的消解秦晋，就从这个英国怀疑主义开始啊，就是对秦晋的一种彻底的消解。我们能不能走出纯粹的异义文明，就创造这种终极的异义啊？这就是这个可能启蒙运动时代的诉求。但是呢，我们如果你听翻脸听得多，你也知道其实也不是。就启蒙运动之后呢，有一个情境啊就占主导了，就是这个科学，或者说这个不能最好不用科学这个词啊，用实证的这个情境。实证这个情境占了主导呢，几乎是一种终极的情境的。那么今天呢，这个表达社会就与实证这种终极情境相关。所以说我们虽然提到了这个情境与意义的张力，但是呢也不是特别泛泛而谈所谓的情境与意义的张力，而是就恰恰要今天要谈的，就是表达社会在怎么样的启蒙运动之后这种比较终极的情境之中。而我们今天 fight 的呢，就是这个情境。好，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会有点疑惑，疑惑的点就在于，难道启蒙运动之后我们只有一个情境吗？这是一个特别大胆的假设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处在一种情境之中，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主流文化在一种情境之中。因为看起来不管是东方西方各种少数族裔，然后甚至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潮，看起来尤其我们还有什么所谓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看起来社会应该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境之中的。但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说实际上是一个情境呢？对，我还是肯定有些证据来证明它的。而这种情境呢，与表达的关系确实也非常大，因此我要说表达社会内部其实是高度相似的，确实存在着一种很特殊的情境。这里列出来的是美国、英国、巴西和土耳其的这个统治者，包括呢还有全球很多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他们不管从长，其实甚至美国和英国这个长得都很像，就在很多方面，他们的政策、他们的说法、他们讲那套漂亮话的方式其实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我要说今天啊，为什么说是某一种特殊的情境呢？我们就回到之前提到过的一个词汇，就是全球化。所以说我就会认为，全球化并非仅仅在描述全球在相似，而是在描述全球以某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来相似。那么在全球以某种特殊形式相似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国家毫无疑问是全球化一个特别重要的引擎。从表达上来讲呢，比如说 TikTok 就是海外版的抖音。因此呢，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海外版抖音和上述的不管是美国、英国、巴西、土耳其这些领导人们在表达或者在塑造情境文明方向的相似之处和共通之处，我们就能够从中明白这个全球化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以及什么样的情境。而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会让我们直接理解上一期我们讲的一个东西但没有展开讲了，就是以赛亚·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是
全能政府的温床，它原话不是全能政府啊，原话那个词儿我不说，而且全能政府是我们之前讲那个政治那期讲过的，所以说我直接用这个词稍微替换一下，也确实是那个词汇的一个另外一种翻译形式。因此以赛亚柏林说呢，消极自由主义是全能政府的温床，这么一个判断。大家大概知道什么叫消极自由主义啊，就这种自由主义呢，诉求我有不被打扰追求我自己东西的自由，而不是我要自由的去面向公共展示我的影响力，而是我有不受打扰做我自己事情的自由。而我们都明白，那今天赫然是一个消极自由主义的社会，消极自由主义并不代表人不表达，反而消极自由主义是一种极其极其旺盛的表达。可以说抖音上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消极自由主义的表达，他们的内容并没有诉求对任何社会实际问题的关照或者回应什么东西啊，展示他自己的影响力，并不是，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某种极其就是为了他自己的某种财务上的谋划，一种极其消极自由主义的表达。消极自由主义呢，同样与表达社会是高度相关的，人们在消极自由情况之下也会非常旺盛的表达。对于所谓消极自由主义情况之下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呢？你看每次我们在问表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问那他们是在说什么，他们在说什么内容。在我们表达的时候呢，我们更注重他表达的内容是什么，但今天我们会发现这表达的内容其实不重要，重要是表达的形式和目的。我们现在先说目的。就在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里面，奥斯汀有本名著叫《如何语言形式》。这如何语言形式呢，本质上是为了批判过去在历史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中这种文本中心主义，就他们极其喜欢就文本去分析文本本身的意义。而奥斯汀呢，就认为人们说话很多时候并不是要表达这个话的意思，而是要做事儿。他本身是说这话是为了要实现他的一个价值的。就比如说最简单，比如说现在我跟所有听众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假设我用话筒在说话，然后我突然说哎呀今天话筒声音好小啊，我并不是在描述今天话筒声音小，而是我说这话的意思大概就是相当于在用命令句的 语句在说，就是谁把话筒声音调大一点，对，类似这样的。所以说奥斯汀就会认为的人其实是在语言形式。所以消极自由主义在抖音上他们在发各式各样的内容，我们不必关心他们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关心他们想形式是什么。其实最简单，就抖音上的人发他要做什么呢，他不外乎就是希望人们来看，并因此呢他可以通过流量获益，所以内容并不重要。他想行的这个事就是想让更多人关注他的频道，或者说他想让抖音的这个算法将他推到抖音的推荐里面去。所以说消极自由主义语言形式，不管他是在打工，在创业，在做自媒体，在做什么生意，在做他自己的生意，其实消极自由主义的语言形式行的什么事我们还是很明白的啊。就是如果总结出来呢，就是说他强调啊，他在与社会有限的接触过程中高效的攫取，就他的表达是为了从社会中可以攫取这么一个事来实现的。不管这个攫取是通过发个视频啊，通过商业谈判啊，通过开一个课开个班啊，通过在企业中跟员工说话啊，等等等等，都是为了实现在有限接触过程中高效攫取。我为什么要提有限时间呢？这是很重要啊，因为你想啊，如果是积极自由主义，一个人要积极的参与公众生活，他可能对于时间并不在意，他希望醒着的时候都在参与公共生活，像最近有很多人啊，才好呢。但消极自由主义啊，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大家其实都愿意每天工作2小时，一个人赚10万甚至更多，对吧？就大家就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最好其他时候就是我自己的时间，那么面向公共的时间越少越好，这是消极自由主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啊，大家心里也明白。那么怎么样才能用他的言行从社会中很高效的攫取呢？就需要他的言行啊，首先能够被理解。只有他的言行能被理解的时候呢，才能够在社会中高效的被攫取。这里很容易找到一个反例啊，就比如泛电台，就赫然是一个理解的门槛高的。我还一直没说他内容精致啊，质量高，理解门槛高，就光从时间上，就每期2小时2小时的，
他理解门槛就已经挺高的了。所以说赫然呢，就做饭店这个人呢，就他并不是想从社会中去高效攫取，因此呢，他的内容呢也并没有诉求被以最高的效率去理解。嗯，但不管怎么说，消极自由主义的表达就有这样的诉求，在这个诉求之下，什么样的言行能够被很快速的理解？当然就需要大家处在共同的处境和情感之下，描述的是他熟悉的处境和情感的内容，就能够被相对大量的理解。所以说，可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就是消极自由主义一样可以分析到所谓共同的处境和情感。所以消极自由主义呢和平民主义看上去就有高度的类似之处了，因为诉求所有人处在同样的处境和情感之下是平民主义诉求平等的一个内在诉求嘛。但是这里并不是说消极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是一回事儿。对，我这里更想说呢，消极自由主义啊像是平民主义的利，正是消极自由主义让平民主义成为一个追求并且成为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说表达时代的这个处境啊，就如果消极自由主义真的是这个处境的话，这个处境该怎么描述呢？我就会把它描述为，作为分工社会中的个体，需要如何高效的从社会中攫取这么一个处境。也就是说，今天绝大多数人他怎么去思考他的生活，也就是我作为分工社会中的一个个体，如何高效的从社会中攫取到我需要的资源，这就是他主要在想的事情。而这里消极自由的自由不受限制，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它不受阻碍，也就是说不要有任何东西来阻碍它的这个效率，不管阻碍的东西是法规是道德还是什么东西，它都不希望它的高效攫取受到这些东西的阻碍。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知道，在这种处境之下人们自然的情感是什么，也就是说当人真的认为他是一个分工社会的个体，需要高效的从社会中攫取，他的基本情感就是对于一切阻碍效率之物的厌烦。因此有任何东西在让他自己从社会中攫取的这个效率受到阻碍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极其厌烦的情绪。就最近的很多情绪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把最近的很多矛盾呢当作一个个体对从社会中高效攫取这个事情一个巨大的阻碍，因此这种阻碍呢就会激起他的反对和厌烦的情绪。因此今天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啊，完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完全可以看作一个效率共同体。因此整个社会的根本主张和根本关切就是我们是否处在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好坏呢就看它能不能维持我们高效率的攫取这么一个事儿。其实这点问题你想通啊，好的问题你也就想通了，尤其是理解今天的中国啊，很多问题都想明白了，而且这个问题呢还明确地说出了个人主义与平民主义社会之中个体与公共产生的那种真正的连接点，就是效率。但说到这儿就要说啊，就效率可以很好的理解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对于表达问题来提效率，哎，恰恰有时候不太好理解。就什么叫做表达时代中的效率主张和效率的处境和情感，就是在面临表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好像就不如面临比如说商业的问题啊，或社会工程的问题啊那么直接，但是呢还是可以去讲的。对，如果我们把这个表达过程啊用信息论的方式来说，或者都不用那么高大上的信息论了，用信息的方式来做比喻的话呢，那这条信息高速公路怎么样最有效率呢？当然是单行道最有效率。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表达是最有效的啊，就是这个表达环境是一个单行道确实会是最有效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之上你也能理解，就是关于信息的控制和很多信息的禁止，这必然是会得到支持的，因为这基本上就是效率处境的一个最优解。就其实任何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要追求效率处境啊，关于信息的控制和信息的禁止啊，这些都是会得到很大很大的支持的。所以说表达社会呢会被拆分成很多不同的场景，每个场景之内呢容纳单一的要素就行了，场景内部的要素越少啊它的效率呢就会越高。
比如小红书有小红书要表达的，淘宝呢有淘宝要表达的，知乎有知乎要表达的，就虎扑有虎扑要表达的，就是要这种场景要拆分的很细，场景越少呢效率就越高。因此呢，在这个逻辑之下呢，效率确实与表达也有很大的关系。就如果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Culture Revolution 那次啊，就基本上是开了一个最高效表达的通行证，就有一种类型的表达在社会上能够非常高效的取得它的效果，所以当时的人们呢都纷纷采用那个方式进行表达。所以表达与效率啊，在这个时代之下呢，确实是有很深的内在关联的。哎，这就提到我们这里面的一个比喻的词汇了，叫信息高速公路。这高速公路谁建的？怎么会有这个高速公路？这高速公路实际指的是什么东西？哎，这个东西怎么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么在这个节目发布的时候呢，节目预告发布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里面的景观社会这点，因为我在节目预告的文案里面提到景观社会的，但今天其实会提的不多，我们今天确实没有要来讲景观社会，我反而要讲景观社会可能弄反了一个玩意儿。就德波在景观社会里面认为景观堆积啊是商品拜物教的一个下一步的结论，是先由马克思所批判那种商品拜物教，人们先有商品的堆积，再进行商品的景观化，产生景观堆积的过程。但在我看来呢，商品堆积跟景观堆积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据此来讲这个信息高速公路这点啊，因为商品啊作为消费行为啊，它在被消费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个终极行为结束了，但景观即便是商品成为景观，它也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终极行为结束，它作为中间符号呢还会继续长期留存下去。也就是说我去商店吃个蛋糕，这个蛋糕买完吃完就结束了，但我把它拍下来发了朋友圈啊，很可能还会激起很大很大的涟漪。所以商品堆积和景观堆积呢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反过来我们再想啊，其实早在这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之前，景观就大量存在了。比如说过去的宗教艺术啊，或宗教的整套宗教的官僚体系之中，也是一个景观其实高度堆积的地方。当然景观社会的根本来临有一点和资本主义我认为高度相关，但不是跟商品相关，那么这个是跟资本主义关系的中间阶段相关。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除了商品堆积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分工。分工呢让社会形成了很多的中间层，形成了很多呢既不是跟农业和直接的生产资源打交道，也不是跟末端的商业打交道，跟直接跟消费者打交道，而是在中间做事的人。这中间呢不管在政府方还是在社会方都有极其极其极其大量。所以说资本主义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中间社会。而在我看来导致景观社会的根本原因啊，不是商品堆积变成景观堆积，而是这个中间阶层的爆发。也就是说真正需要景观的是城市而不是农业。也正是在这个中间阶层大量堆积的时候，人们产生了旺盛的表达需求，是表达社会啊，这个表达时代的真正开始。就人们为什么需要这么旺盛的表达，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处在社会的中间层上了。往往处在中间层上的就需要表达。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为什么说在中间阶层产生之后人们就旺盛的需要表达呢？因为在我看来，表达实际上呢就是间接满足。也就是说实际上表达做的事情就是让人们产生间接满足。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吃蛋糕，是吧，把蛋糕发到朋友圈，他是要让其他人认为他的生活很丰富，但未必啊，我就举里面一种可能性，是要让其他人呢去认为他是一个生活很丰富的人，因此在他的社交生活中呢，他可能会产生很强的宜人性，导致别人更好的去与他交往。而别人与他交往呢，可能交往本身是目的，或者一个人就是个保险销售，他显得自己生活很丰富呢，也是为了满足更多别的目的。也就是说发朋友圈这个行为本身啊，是一种极其强烈的间接满足。也就是说他要的不是发朋友圈，而是要的发朋友圈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因此呢，能够直接获益或直接产生效果的地方啊，其实没啥可说的。我举的例子呢就是吃药，就挺少有人表达自己吃药的，当然也有啊，就是他要
表达自己挺可怜的，希望别人来关心关心他。也有人说自己吃药，但我在朋友圈至少就看晒吃药的就远远少于晒吃饭的。而且吃药呢本身确实是一个极其强烈的功能性行为，就人吃药呢就是为了治病或者止疼或者怎么样，所以他要的就是那个能达到就行了。但是我们知道今时今日吃饭啊，绝对不是为了饱肚子啊，就吃饭有极其极其强烈的符号功能，吃药的符号功能就少得多。因此依据这样的中间社会呢，就是基于吃饭产生的表达就非常非常多。对中间层的存在呢就有两个作用，第一，它让很多直接起效起不了，比如说我要是一个公司的出纳，就我这出纳行为本身起不了什么效果，或者它起的效果呢都是不可见的，比如它起效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股价了，那这个跟我的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吧？第二，这个中间层的增多呢也确实让间接起效变成了一种可能。假设一个农村里面就20多个人，其实你不用太去经营自己的名声，或者尤其是你不用通过表达经营自己的名声，你就今天东家问你借什么借给他，西家找你帮忙，你就已经完成自己名声的积累了，没什么可表达的，对吧？只有在一个巨大的有中间层的社会里面的表达才变得必要，不仅变得必要，我甚至要说在这么一个巨大的中间社会里面，对于很多人来讲表达是他唯一可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他的行为要产生公共性，光靠他的工作他的消费是不能的，他只有通过表达才可以让他的行为产生公共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了。所以在分工社会之下呢，确实就积累了特别特别多的表达的诉求。其实说到底饭店本身呢也是一种表达，对吧？就是也是我自己旺盛的这个表达冲动实际展示的一种，它也是在诉求一个间接的作用。就我做的所有事情呢都不是满足于我说完就完了，当然我也不是知识付费，并不是满足于就是需要大家给钱来听这个讲座，它本身也不是这样一个逻辑。但肯定我做的事情也不是就是说我就有话要讲，讲出来就爽了。而且这个表达社会已经有多么根深蒂固啊，大家都可以想想，就你家里的大人岁数挺大那种，当他使用微信之后都会忍不住来开展在微信上的一些表达，就可见即使对于他们来讲这种信息技术对他们是很陌生的，他们都愿意去付出这个适应的成本，适应之后呢来展开这个表达。所以呢我们一旦进入一个中间人的时代啊，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表达的时代。这个表达呢既是所有中间人的需求，他们只能通过表达来诉求公共性，表达本身呢也成为一种管制的手段。所以说怎么说表达时代呢？我在这里总结，表达时代呢就是一个以言行事和以言得利在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就是一个人面向公共，不管是面向公共得利还是面向公共诉求一些什么东西啊，都需要靠表达来完成，那么他们就正式进入一个表达时代了。在这个时代呢，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生活呢，也更多是通过表达和观看他人表达来理解，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来理解。人们通过在网上看很多东西，说很多东西，在看和说之中形成对他们生活的理解，而不是通过实践。当然这有一点点不得已啊，就是说我们好像今天只能这样，但本身呢我也会认为这是个问题，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表达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通过实践，就当然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能发现日常生活中实践越多的人他表达越少，或者在他的某个领域他实践在这个领域呢他的表达就会少一些，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OK， 所以我们分析到这儿呢是在分析什么叫做今天是一个表达时代，这个表达时代怎么产生的，它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说了三个比较主要的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全球化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核心特质的，并不仅仅说全球变得相同，而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变得相同。那这个特定的方式呢就是一种共同的处境，全球化就代表一种高效的每个个体需要高效从社会中攫取的处境。而我们进一步说呢，在资本主义的一个中间人时代，这种高效攫取之中特别重要的方式，或者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表达。因此呢我们说这种时代叫做表达时代。那么我们这只是在说它是什么，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它到底是什么特征，这个表达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们要说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啊，这个表达社会的特质啊，就是从一个通感的世界到一个视觉主导的世界。就过去人们总是说到这点啊，说是从触觉的世界到视觉的世界。我觉得仅仅把过去的世界说成触觉世界呢，也还不是。就比如说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啊，那个赫然跟今天的表达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在剧场之中，你说那是个触觉，那说不过去啊。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瓦格纳所说的那个通感艺术嘛，所以那个是个通感。所以我认为过去的世界，你看人类的这个视神经自始就很发达啊，所以人类从来应该没有什么时代是触觉主导的，视觉从来都占了很大的成分，只是过去呢有视觉的地方就有其他的感官，今天呢很多感官，就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看图，那就只有视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看电影多一个听觉。所以今天呢确实是从通感的世界到一个视觉的世界，要非常注意哦，我们说从通感世界到视觉世界，指的不仅仅是其他感官的消失，而是很多东西的视觉图像化，包括把不能用视觉接触的东西变成视觉化的东西。这个平时我们不太想得到，因为真是熟视无睹了。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这个时代用视觉接受文字和过去时代用视觉接受文字有什么区别吗？其实你想想你就知道区别非常大，这就是表情包和这个迷因的区别。就我们今天很多文字是包含在表情包之中看到的，这就是一种视觉化的文字，高度 visualized 的文字。我们用视觉化也好，用图像化也好都行，包括我们也能把完全非视觉化的东西视觉化，比如这张黑洞的照片。我们都知道这个黑洞照片的照片应该打引号啊，它跟我们平时用感光元件去拍照是不同的，这个是完全根据宇宙射线 用这个数学模型算出来的，所以这个照片一拍，这个拍也打引号，一算就要算好几年，算出来这么一张所谓的照片在这里，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将根本无法视觉之物视觉化。所以今天的这种传播和表达的世界确实是一个纯视觉世界。而这里明确要说的还不仅仅是指很多东西视觉化了，重要的是要去问它为什么视觉化，就为什么黑洞得有照片这事儿。因为我认为啊，黑洞照片这事儿是纯粹为了给公众看的，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啊，对于天体物理学家来说啊，你出不出这么个东西没要紧的，你就把那个射电望远镜给到的数值拿给他看，他就明白是什么东西了。就要生成这张照片完全就是科普的行为。为什么需要这样来科普呢？就是现实世界不仅是很多东西图像化视觉化，而是视觉被我们认为更真实。之所以黑洞要变照片才真，是因为我们觉得眼见为实，看不到的东西就不真，而看到的东西呢被我们认为是真的。包括有这个图像新闻的时代啊，我们就认为这个新闻配了图我们才能够渲染出那种真实感。但其实我们也明白啊，但我们反偏偏要说视觉非但跟真实感不相关，视觉呢还是一个欺骗性很强的感官。就像是我说魔术，实际上魔术就是一个淋漓尽致的使用了视觉多种多样的欺骗性的一个文艺形式吧，我差点说艺术形式，但感觉好像没到那份上，一个文艺形式。所以说当我们从通感世界走向视觉世界，并且在表达中认为凡是有视觉的才更真的情况之下，其实里面蕴藏了更多的欺骗。所以我们总是在混淆我们每天日常用我们眼睛看到的真实世界和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视觉世界，我们觉得他们是一样的，但其实完全不是。我们会能知道在屏幕上的，即便屏幕上呈现出的是动态的，在屏幕上呈现的视觉依然是仿制的，明白吧？就是不管它是一个照片，是一个电影，是一个表情包，它都是制作物，而不是我们真实看到的东西。它的真实性甚至比这个，就它的保真性啊，它的分辨率是很高，但它的保真性呢，可能比听觉还要少。
它的创造的可能性更多。所以说一切被表达出来的视觉都有某种天然的虚假性，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说表达时代的一个特点。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重点啊，整个这个 chapter 8就是多面的非人世界嘛，这个非人的特性呢就要从这个虚假性开始。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光想不容易想，但其实说出来呢这东西一点也不耸人听闻，大家都明白啊，就今天视觉是带来很多夸大和假象的，只是今天说这个夸大和假象成为一种非人性呢稍微可能有点奇怪。那我就要简要的来举两个例子，看这两个例子会不会导致非人啊。有一个学名来讲这种视觉时代的表达，它就过来叫拟像，模拟的拟，这个照相的像啊，拟像。所以说也就是视觉呢，它这个词儿的意思啊，就是它不是真实的，它都是某种模拟和制作。那么这个东西怎么能非人呢？我觉得我有两个例子。第一，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很多人会陷入到自我的拟像之中，以某个拟像而非真实自我为基础来建立自我认同。今天能举的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人们在健身房里面看自己的样子和人们在美颜相机里面看自己的样子。会不会有人确实在以健身房那个灯光下自己的样子和美颜相机里自己的样子来形成自我认同？这个呢就是今天所谓的身体神化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这个情况很可能就会导致非人，就是因为那个拟像跟真实的自我形象其实区别呢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第一种啊，这种很多最近还爆出一个挺大的事件啊，导致斗鱼股价还下跌了呢。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是基于拟像得来的认识，而这个拟像得来的认识啊根本不能支撑一个人为人啊。这个但 这点说出来可能很多人 也不是特别高兴啊，就是我说那种比较极端的二次元者，因为我实际认识这样的人嘛，很多极端的二次元者平时主要看的东西呢是以二次元为主，那二次元呢就是一种典型的拟像，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呢是基于二次元展开的，但明显跟真实世界有特别巨大的断裂，那这个断裂呢就会让他丢失一些作为人的要素。所以这两个例子呢就在说两种不同的拟像世界了，第一个呢是作为仿制的自我，第二个呢是作为仿制的外物，其中呢其实都有非人化的风险。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脑子转得比较快的同学应该已经想到了，这不就是在说洞穴隐喻吗？就人们在洞穴之中没有看到真的而看到假的啊，这个东西呢跟非人的关系啊，确实啊就会发现洞穴隐喻呢其实洞穴隐喻啊在很大程度上跟今天我们来理解表达世界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柏拉图真是厉害啊。而洞穴隐喻的核心，就为什么在洞穴里面看到的是假的呢？就因为那是火光照耀的，而不是被太阳照耀的。也就是说，人的生活中并没有接受一种真正的光照，而是被假光照耀，那个过程呢就不真。所以说，在柏拉图的这个例子之中啊，这个真，这个 true， 并不来源于某种自我的真，而更多来源于光照意义上的真。就如何能够让某种生活被真正的光照耀到，是保持真实的一个基础。当然这一说就说深了啊，但咱不走那么深，就反过来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觉表达时代的这种视觉拟像，不管是针对自我的还是针对世界的，绝对都不是被真光照耀之下的一个东西。那你看我们这里都说到啊，这个视觉拟像是一个制作物了，那既然是制作物呢，那今天就肯定可以技术化。那同样大家都很明白，就比如说拟像的自我就有整容的技术，有美颜的技术，有衣服，有妆容，甚至有姿势，都是一种自我拟像的手段。那么拟像世界也有非常非常多啊，比如说视觉符号，像品牌，比如说概念一些理念的符号啊，比如说情绪的符号，就是这个表情包啊等等等等，都是一种对于世界拟像的方法。当然不用说整个动漫啊，每种画风都是一种世界拟像的方式。那这个世界拟像呢就产出了非常非常多，用不同的技术产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符号。就你可以想象，凡是能风格化的，能变成一种类别的，其中呢都包含一种典型的符号。
而这种技术性本身呢，也肯定特别符合表达社会对于这种攫取效率的追求啊。就为什么 Photoshop 时代还没有那么多美颜，就美颜相机型，就是因为它效率更高，它技术化封装的更好。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呢，对于攫取效率的追求啊，对表达来讲，也唯有技术性可以满足这个东西。你看这里技术绝对不是说的那种品牌对于消费者的营销型的技术，而是消费者主动掌控品牌和掌控自己的消费来实现这种技术，就像他们在美颜软件里掌控自己这个拟像自我的技术一样。所以说这里一定要记住啊，不管是概念的，是情绪的，是视觉的，是自我的，这种拟像呈现在视觉中的都和亲眼所见完全不是一回事，它就是一个拟像，是一个制作物，而且越来越是一个制作出来的符号，是一种视觉符号。好，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呢，就是说它不是真的，就是这个表达时代啊，表达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真的，是一种制作物。那第二个重要的要素，我们就是要说它不光是一个制作物，比如油画也是制作物，电影也是制作物，但是今天我们在传播环境看到的表达并不更像油画和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更多是制作出来的一个符号。那么一个东西既然使用技术形成一个符号啊，符号本身是有它自己的逻辑和机制的。这里我列举了几个符号啊，就是仪器表情包，还包括苹果。这不是说苹果这个品牌，而是我说苹果这种金色，被我们称为土豪金的这种金色，但现在一点不稀奇了，但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可是真正的大事件。我说的这种东西呢，就是 一些各种各样的符号。那符号是什么东西呢？首先啊，我们要说符号是一种特别高度浓缩的制作物，在符号这个制作物之中啊，已经加入了整套的处境和情感了。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表情包其实已经包含了一种特定的处境和处境之中特定的情感了。比如说这上面这个官员的这个表情包啊，这已经包含了极其强烈的处境和情感在其中了。因此呢，它的效率才高，它的表达速度呢才快，它才真正有效。但反过来来讲，一个最有效的符号也可以隐含的强化处境和情感，就是你用的越多，你并没有想去强化这个处境和情感，但处境和情感呢就自然在符号之中得到了强化。所以说表达时代依赖符号，以后我们去讲为什么啊？就即便人们的动机不是想去强化处境和情感，但是用符号用的越多，确实它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一种很强很强的强化。这方面的觉知是我自己几乎不怎么使用符号性表达的原因。所以符号本身有这种高度的浓缩性，它已经把处境和情感完全浓缩在里面，一次性展现了。所以说符号本身呢是有魔法性的，我认为呢，就是我们之前其实讲过语言魔法，它是一种感应思维的现代形式。所以任何一个符号呢，就像是起到一个传送门的效果，它能够让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啊，带到某个特定的虚假之处去。所以说为什么我又要说个大家不是那么爱听的，为什么我觉得动漫和游戏一直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呢，跟真实的电影相比啊，就是它高度的符号化，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嘛，所以它需要高度符号化。在这个符号之中呢，它就隐含了好多处境和情感在之中，它呈现出是一个更加拟像的更加虚构的世界。当然今天的漫威电影也是啊，就漫威电影的很多彩蛋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东西。对，我们要接下来去讲一个东西啊，就是为什么符号起效。当然有很多原因来讲这个问题，但在这里想讲的呢，就是其实符号恰恰要起效于真实和日常生活断裂之处。就凡是真正特别特别真实生活的地方啊，是没什么符号的容身之处的，尤其这种表达性的符号的容身之处。就比如说你在外面登山，整个过程中其实没什么符号的容纳之处。越是远离真实和日常生活的地方，比如网络的虚拟环境，比如我们想未来的 VR 世界，那里面一定充斥着各种符号。那么也就是说，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遭遇到真实和日常生活的断裂，尤其是今天的人啊，在面对大型共同体的时候啊，你很多时候都会面对这个跟你的真实和日常生活断裂。但实际上在过去的时候，
日常生活的锻炼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也就是最初啊，这个知识分子在形容真实与日常生活锻炼的时候啊，最喜欢形容为战争。也就是他们在描述啊，在法国一个小伙子和小姑娘在田野里啊，正准备卿卿我我，但突然一个纳粹的坦克从背后看来开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真实和日常生活就产生巨大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呢，其实是严重的、严肃的，是极其恐惧的。因此其实在最开始说到真实与日常生活断裂的时候啊，这种断裂是有积极价值的。这种断裂呢，让主体啊呈现出一个更真的状态，就比他的真实生活还要本真的一个状态之中。而这种断裂的代价就是真实性呈现带给主体的那种特别巨大的压力和问题。就比如说最近有很多年轻人啊，其实就是在遭遇这种真实和日常生活的断裂。而他们这种断裂呢，其实是要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一定非常严肃，里面呢也有很多恐惧，也是另外一种本真的呈现。而他们所遭遇那种真实和日常生活的断裂，对我们也一样，因为那个完全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嘛。当我们关心的时候呢，它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真实和日常生活的断裂，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全是符号性操作了。这种符号性操作非但不严肃、不恐惧，相反呢，很轻巧。有多轻巧呢？你可以上十秒钟看它，下十秒钟开抖音刷别的。你可以在抖音里上一秒钟刷到一个和它相关的，义愤填膺点个赞，说几句，往下一刷是一个那种特别搞笑的视频。在我们用视觉符号面对它的时候呢，就可以轻巧到这个地步。所以说你看，视觉符号确实这里起到一个作用，它让一个人的真实和日常生活断裂的时候呢，公共生活以一种特别轻巧的方式进入到他的日常生活。对，我管这个叫洞穴生活的方便法门。就是说你在外面看太阳，你别拉我们出去看太阳，你就把那太阳啊画个模型，拿那火光一照打在墙上，我们一看我们不就知道是太阳了吗？我们看完太阳该看别的看别的，就你就别让我们出这个洞了。所以这是符号的一个问题啊，就符号导致你的日常生活断裂之处呢，也丢失了它的那个价值，相反啊，它变得特别没有价值。所以符号本身逻辑啊，是在很多程度上都有很大的问题的。那这些东西呢，是表达时代符号的问题，同样呢也是符号的强大之处。所以有以下三个。第一，我觉得符号你不能说它完全跟实践无关，它跟某种实践还真有点关系，就是包括为什么我们说观看是一种力量啊，等等等等，是存在的，确实这种东西存在的。所以说我说符号不是非实践的，而是超实践的。这个符号啊，是语言形式的终极方式。就为什么是终极方式呢？我管它叫一键到达，就你只需要打出这个符号，展示这个符号，你就可以来形式了。而且这个形式的准确力度可能很弱啊，但不管怎么说，准确性是很强的，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一个拟像的世界，在拟像世界之中其实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所以它其实是超实践的。同样我们平时做事呢，需要很多常识，但我也认为符号呢，它不是非常识的。你看我的这几个论述的框架都不是，它不是非什么的，而是超什么的。我也要说呢，符号不是非常识的，而是超常识的。因为符号的习得和使用啊，完全并不违背常识的逻辑。就我们学会使用一个表情包，学会使用一个网络流行语，或学会使用一个网络符号，它并不是理性的，它并不是通过某种知识性的学习习来的，它也是通过经验性的东西习得的。它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到一个常识其实很像，但是呢，符号常识却是覆盖我们日常经验常识的。就是很多时候啊，符号常识会覆盖我们的日常常识。就比如说我就认为在网上吵架，网上人与人说话的那个言辞程度啊，会远远大于日常生活。就其实日常生活我们都有一种人跟人交往的常识，我们认为跟别人说话不能那么讲的，但在网上就无所谓。而且这个网上的无所谓，我认为它反过来对于日常生活呢还具有反噬性。确实网络对日常生活具有某种程度的反噬性，
我绝对不会主张玩射击游戏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开枪杀人啊，不是这种反噬性。但某种习惯上呢，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反噬性。从这个反噬性中呢，我们能看出符号常识啊，其实比生活常识是具有优先性的。尤其是我们对于网络世界涉足越深，网络世界越强，符号常识呢当然就越重要。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符号是一种超实践，符号呢是一种超常识。那第三呢，也要说使用符号不是完全隔绝责任的，而是一种超责任的。你看什么是我们传统做官僚批判的时候完全隔绝责任的，就像是一个出纳，一个出纳的企业里面，当这个企业真正跟公共接触的时候啊，这个出纳的行为你完全看不到，这都是企业内部的票据。在公共接触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产品和看到企业的营销行为等等等等啊，这个出纳完全隐藏在其中的。所以这个企业出任何问题，我们都很难去怪那个出纳。但在网上使用符号，它不像官僚企业把这个行为包在一个什么东西里面了。就即便是一个小粉红在一个新闻下面的评论啊，我们也是看得见的，它也是单独构成表象的，并不是要包含在其他东西里面构成表象。所以说你要说这个网络视觉符号啊完全不没有责任也不是，但它也不是传统的那种言论责任，所以我管它叫呢它是超责任的，它不是不负责任也不负 KPI 式的责任，而是在同一个符号之下去信托一个责任，一个分散的分布式的责任，因此呢也是一种超责任。所以表达时代的这种视觉符号啊，其实重新定义着我们对于实践尝试和责任的理解，因此在今天呢它才是这么一个如此强大的每个人都在涉足其中的事情。它既然重新定义着实践尝试和责任，其实呢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符号构成这个表达世界也在重新定义着真。但你看这说了三个超啊，它是超实践的、超尝试的、超责任的，听着很厉害啊。但我就说一个反啊，我首先就要说呢，符号肯定是反想象力的。就每天网上都在产生特别特别多的这个网络迷因啊，这个 meme， 就他们都挺有趣的，有很多很好玩啊。但是呢，我们都不会说它很有想象力，绝大多数网络迷因都没有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很多符号的拼接。而符号拼接的背后其实是极其合逻辑的，有一个我们都可以识别，为什么我们这么快能理解一个网络迷因，就是因为它其实都很合理很合逻辑。因此呢，这个表达视觉表达符号、啊、是反想象力的，它是没有想象力在其中的。所以说它是这种超实践、超责任、超常识，确实呢它也带来了对社会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总结下来啊，被我们形容为一个概念，叫就学传播学的人都知道，叫后真相时代。当然啊，就如果要我说，就不叫后真相时代，这应该叫超真相时代会好一些。这也不是我故意造词儿，但我们知道互联网很多那个超，比如链接和超链接，所以我觉得用 post truth 就不如用 hyper truth 来形容这个东西。这个后真相时代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呢，是2016年。就牛津词典每年会评选出每年的年度词汇，那2016年的年度词汇呢，就是这个后真相时代，大概呢是说客观真相啊对人的影响在变小。但是我就十分怀疑这里客观真相的时代，因为叫后真相时代嘛，所以它明显的假设我们有一个真相时代，就仿佛有一个时代我们都特别尊重客观事实，我们活在毫无争议的客观事实之中。我十分怀疑曾经有这么一个时代的存在。虽然如此呢，就超真相这个东西并不奇怪，也并不是完全缺乏洞察力。那我也会认为确实跟过去的时代非常不一样。我不认为过去的时代是一个真相时代，其实我觉得真正原因是这样的，这里面的逻辑稍有一点点绕，你可以仔细来揣摩一下。就过去的时代呢，其实是一个单一符号体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呢，就是我们的张力啊，是所谓的客观真相和这个符号体系的张力。在那个时代，我们问的根本问题是，现在我们这个符号体系反映出了真相吗？就我们一直在寻求真相，所以说那个时代我们误以为我们活在有真相的时代。
我更愿意说，非常准确的说啊，那不是一个真相时代，而是一个还可以问是不是真相的时代。就比如说在互联网大肆兴起之前，我们确实很多时候还在问这个是不是真相，是不是就是当时的真相，真相呢是可问的啊。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今天很多人认为是真相丧失了，但我觉得最准确的说是真相作为问题丧失了。所以美国这个兰德集团啊，在2018年有一本书叫这个 Truth Decay， 就真相消亡或者真相萎缩。我就是觉得这个呢，不对。当然我也能理解啊，这个呢可能是那种最铁杆的科学实证主义者，在今天科学实证都受到公众质疑的时候，很惋惜的说的那种话，就今天是一个真相凋亡的时代。但我认为他们这个时候主张过去是有真相的时代啊，其实是对旧日他们作为实证具有某种真相权威的一种惋惜和一种留恋。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我们还可以问这个符号有没有反映真相。那今天怎么叫超真实的呢？也就是今天有很多的符号体系，以至于今天的张力已经不是那个单一符号体系和真实的张力了，而是符号与符号间的张力。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也很少问这是真相吗，还有人在问啊，但其实我们更多平时在问的是就这个符号体系我理解吗，这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问一个可理解的问题，来看这个符号系统怎么理解和使用的问题。因此呢，这个就进入一种超真相。是什么意思呢？凡是能够被理解和使用的被我们看作是真实的，是因为能够被理解和表达的就已经被当作是真相了。或者反过来说啊，我们认为是虚无的就没有真，他们都是某种符号体系而已。所以说呢，我觉得景观社会这个景观提炼的也不是很好了，就实际上还不是景观，就是视觉符号社会吧。就我们能看到的呢都是视觉的仿制物，而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生产和传播更多的视觉仿制物。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没法问这是不是真相了。在平时啊，与其问这能不能理解，如果面对一个事情，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问的并不是问你所说的是这个是真相吗，就其实我们真正该问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为什么会这样看，而不是做真相与真相的辩驳。我已经很明显的发现其实大家都是选择性真相，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其实特别好啊，就是完全尼采的视角主义，我们就进入视角之争，看谁的视角更深，谁的视角更真就行了。所以问的绝对不是你说这个是真相吗，而是问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虽然这么说啊，我们应该这么问，但绝不代表我在实际生活中劝大家这么问。因为这么问呢，意义相当不大啊。意义不大的原因就在于被你发问的这个人，就将要回答问题这个人，很可能绝对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原因就是因为超真相非但不能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情感，超真相还会促使人陷到某个固定锁定的处境和情感之中。就是平民社会需要把大家拉入到一个共同的处境和情感之中呢，就是依靠超真相去实现的。因为按照我们之前说的，就个体需要依靠严肃与恐惧才可以对处境和情感产生很多觉知，而超真相本身呢，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与符号之间特别轻巧的选择，它让表达的这个世界啊，不再是某种存在之争，而成为了某种符号游戏。当然不是存在之争，而是符号游戏。这基本上就是福柯在《词与物》里面讲现代认识型的一个问题啊的一种提炼。所以说超真相的世界啊，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打包封装好的处境与情感，主体呢就依靠符号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与情感之间跳跃。在这种跳跃之中呢，个体是没有返回自己反省视角的，就个体呢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之中去感受，而更多呢在过程之中去做选择，很多时候这些选择呢都还是理性选择。所以说超真相这种表达世界是被完整的切成整块整块的世界，就抖音上一条和下一条不同的短视频
就可以看作一些不同的子处境与子情感。这里呢，我又要做一个特别重要的分辨了。所以很多东西啊，在做后真相批判的时候，都在说后真相的世界是一个共享视角瓦解的世界，就好像他们在说起后真相的时候呢，就说不同的人啊，各有各的视角，各有各的理解，好像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价值多元主义。但要我说，我们绝对没有价值多元主义，我们也并没有瓦解共享视角，就是几乎视角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个体如何从社会中高效攫取的这个视角，就是这个处境，它相反让更多的人在这个处境之中。所以真正导致看起来有好多不同符号系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整体视角的瓦解，这特别特别重要啊！如果你去看看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今天在看理想那篇关于城市文章要说的，是整体视角的瓦解。其实所有这些视角，不管是娱乐的、明星的、游戏的、国家的、经济的，都有特别统一的处境和情感。这些看上去所谓多元的价值，其实内核特别像，只是呢，他们之间的联系被打断了，他们碎裂成了无数的碎片。因此你感兴趣的东西虽然跟别人有共通的处境和情感，但别人不感兴趣，不是你们的价值观不同，不是你们面对不同的处境和情感，实际上你们的价值观和处境情感是高度相似的，只是说你们表达和在观看不同的断片而已。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豆瓣俄主转向政治话题，还是这个虎扑转向政治话题，你会发现运动、偶像崇拜、娱乐业跟政治实际上高度相似、高度相关，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并没有什么共享视角瓦解啊，变成价值多元主义的问题，它完完全全就是整体视角瓦解，变成各种高度相似但彼此认不出来的碎片，就是一个碎片的时代，而不是多元的时代。碎片并不代表多元，一个镜子打碎了不代表我们就有好多不同的镜子了，它只是一个镜子碎掉而已。所以如果要说一下个人主义平民社会之中的超真相呢，那我就要说这就是符号游戏里面的那个超大的游戏了，就是这么一个游戏。这个游戏虽然一个镜子碎成很多不同片了，但是仔细看呢，能看出他们之中很大的相似之处。有很多我就随便讲一讲，就是比如说这里面都有基于普遍主义道德的敌我分辨，在任何领域都一样。也就是呢，这里面的敌人啊会展示为一个必然邪恶罪恶的一个视觉拟像，有某种视觉展示出来，展示出来之后呢，这个人就彻底坏了。第二呢，就是敌我世界的非道德性，这是一种道德虚无的意思，是说一旦你看这是很矛盾的，一旦敌人彻底坏了，那么我们跟他们的斗争呢就超规则了，就不必有道德来锁定我们跟他们斗争的规则了。而在这种符号的内部呢，展示为这种卢梭式的绝对共识，就内部似乎对于根本问题具有完整一致的共识的这么一种拟像。那种人格呢在内部也是平等的，所以内部大量使用犬儒与自嘲的表达方式形成这种视觉拟像，在一个群体内部呢，每个人都在自嘲来展示一种平等的拟像。那么像我们上次说的，它同样内部呢有这种动机意识行为的拟像，就人的行为呢展示为某种力学的必然性的这种视觉的拟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呈现出一种凡是呈现出来和被观看的就是好的的这么一种拟像。对道德判断呢，无需看其内核，只需看它能不能形成一种炫耀的形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不管是什么观点啊，它只要左下角和右下角的数字够大，它应该就是好的。你可千万别觉得奇怪啊，现在确实就运转在这么一种规则之上。也就是说，真相呢就是表象，或者说表象呢就是真相，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禁止展示这种统治方式和管制方式啊，才变得有效。不然的话，假设一个东西啊，它的真相不是展示出来的表象，而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活在某种历史和道德之中的话啊，也就是说，那种所有被禁止展示的东西，
其实都能够从被展示的东西之中自然的推断出来。就比如说我在朋友圈不是说有篇文章吗，我说那文章只要谁看谁就退群，就谁觉得好谁就退群。意思是说，假设我们没有这种真相即表象，就是绝大多数人看了那文章都能够推出那反面那不让讲的东西，知道那文章是坏的。但现在确实不太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凡能呈现出来的就是好的，表象的代替了真相。这个内在逻辑呢，其实也相当简单，就是因为今天的所有观众啊，所有去观看的人，其实并没有原发性的创造任何东西，就是他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去看待这种被呈现出来的制作物。所以说绝大多数人呢，不仅是没有能力评判，他本身就不想去评判，就是他本身并没有认为他应该去评判。这不是他有没有权利评判的问题啊，因为他自己就是想最高效的从这个过程中攫取嘛。那数字大当然跟高效有很直接的关系了，他就直接做就行了，他都没有想要去评判。所以这也是我之前说什么建立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他可能都没想去批判，你怎么教他也不会有批判性思维的。所以上述这种表达在很多很多领域啊，基本上就是今天主流文化所呈现的意涵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再去追求真相吗？那肯定不是了，肯定不正确的问题就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真相了，因为我们说了没有所谓的客观真相啊，就所有关于人的真相，尤其是关于人的啊，都是有现在的价值判断的。所以超真相呢，有它积极的一面，不是说它有好处啊，恰是说它坏透了，坏到头了。它坏到我们避免执迷于绝对真相了，就是由于超真相的存在，我们终于不用执迷于寻找绝对真相，去争论绝对真相这样的愚蠢问题了。我们终于可以腾开双手来去趋向于主体性的真了。对于主体来讲，到底什么是真，而不是去追求绝对真相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大概我们也能去理解什么叫做可能最大的遮蔽之中也存在某种解蔽这么一个话的意思吧。好，那么之所以形成这么一个表达事件呢，是因为视觉符号化。但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说出来，这个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强烈的对于视觉符号化的需求，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它变成一个符号。好，这里就有几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观点了。过去对于符号化的判断呢，核心的论据啊，都是因为信息爆炸。因为信息爆炸，这个信息内容不形成符号快速被识别的话呢，信息处理效率就低。我觉得呢，这个是某种符号，就某种媒介决定论。因为信息多了，你就必然要符号。我肯定都是不太认同外部决定论的，我都是更认同某种内部起决定作用。但信息爆炸呢，导致信息过多需要符号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可能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吧。但真正我觉得重要的呢，其实是这个简单，对吧？就我这里列了两个图啊，上面是这个我们今天用的手机的拍照，下面是这个莱卡相机加这个 Mirrormeter 的这个调整和拍照。就可见呢，上面那个东西啊很好操作，点一下按钮就行了，下面那个东西要拍一张照片呢就很复杂很复杂。这里我要说的是啥？这里要说的是上一期的另外一个观点，也就是说知识型愚蠢导致人使用本能直接与社会对接。我这里举这两个照相的例子啊，就是说本能这玩意儿玩不转下面那个东西，本能就玩得转上面那个手机拍照。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之所以需要一个符号化的世界，绝不是因为，或者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信息爆炸，而是因为本能直接与世界对接。
当我们本能直接呈现在社会之中的时候呢，视觉符号世界就最适合本能在其中运行了，因为它够简单。在过去的这个东西啊，在隐喻一个非本能自我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用一个远征啊，当然更多是用归乡去隐喻，比如奥德赛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追逐的过程。所以非技术性的自我啊，都是要去某个地方或回某个地方。那么这种技术性的自我，这种本能自我啊，我都把它比喻为就是抓娃娃机，就得到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娃娃机这个东西这么火啊，还真有点这种现代自我隐喻在其中。我觉得抓娃娃机的过程是个特别现代自我的隐喻，就是它里面有操作性，有阴谋在背后，有概率论，有运气啊，所有东西在东西跟一个现代人生的生活像极了。有技术，这个技术呢在别人的阴谋背后，然后呢又有运气要素等等等等的，真的很像。所以这种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里面的人啊，他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回，他就是获得一个东西就行了，他就得到那个玩意儿就行。所以这种本能呢，就特别适合这种社会，适合这种视觉符号的社会。而这种个人主义的市民呢，我们一般就把他们称为，比如海德格尔一般就把这个东西称为是无根的。这种无根的人呢，就适合视觉符号。所以表达社会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根的人的一个游戏。有根基的人基本上都无法从纯粹的表达中就能获得什么，就是因为符号本身其实并不和任何根基相连啊，因为符号本身呢总是和其他的符号相连。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近有很多古风歌曲啊，这个共青团还推这些古风歌曲，但我们都知道这些古风歌曲跟真正的古风啊不在任何形式上相连，但反而它跟日漫跟周杰伦可能连的还要更近一些啊，因为它总是优先和其他符号发生很多的连接。所以说呢，其实这种东西和传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么所谓有根之人啊，就海德格尔或任何人讲的有根之人，其实更多的呢就是根基，就是这种传统，就是人之为人，就是我们上期讲的，因为传统之中包含了对于欲望，对于目的，对于他人与关系啊，对于人的感觉与情绪本身的。就传统不光是一种看法啊，传统还包含了某种安排，就包含了对某种生活的安排之中。就是凡是人还能生活在这个传统之中呢，他就有所根基，而在一个很有根基的社会之中呢，他可能没有如此旺盛的需要表达。所以说确实我们会发现对于很多相当传统的地方，尤其是人们进入传统家庭序列，进入家庭生活之后呢，他的表达欲望是下降的。就像很多人有了孩子之后其实很少表达了嘛，因为他可能因为确实孩子会产生某种根基性啊，这种根基性之中呢，他的表达欲望一下就下降了。但是确实肯定不是因为有符号游戏我们来失去传统的啊，就是我们都说了失去传统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年度专题很早，这个俄国平民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们都讲了这个传统的失去啊，是因为个人主义本身是西欧化，就除了法国、英国、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从普鲁士到俄国，在接受现代化西欧化的过程之中都有这个路径之争，就是要全盘西欧化还是维持传统的这个争夺，在艺术领域在文化领域都有。我们这边呢就是五四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就是我们决定要全盘西化还是要保持传统的一个运动，我们基本选了全盘西化。那传统第一次呢就是在那个地方被抛弃，在 Cultural Revolution 再抛弃一次。所以我们确实丢失了中国传统中的人性深度啊，所以尤其是我们这种像顶格之后出生的人啊，基本上在出生之后如果没有寻找了其他根基的话呢，就是只有本能的人了。那只有本能的情况之下呢，确实就容易流连符号表达的游戏，然后他很高效的进行表达，获得符号的反馈。就你会发现越来越年轻的一代，尤其是出生之后就是互联网一代，对这种网络符号游戏确实是最流连于这种游戏，也是他们玩的最溜。而这种无根基的人在评价人的表达的时候确实呈现出这么一点，就无根之人在说人的表达的时候最喜欢是就最常见的一个表述，就是说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
啊，这个说法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说法确实我自己就完全不喜欢，也完全不能理解。当然呢，我觉得对他们的表述呢，这个也并不清楚。但是我明白为什么要说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啊。这个人类的本质复读机说的还不是他们自己，应该是从自古以来人类就是复读机。大概是说不管是任何传统和历史啊，和我们今天在网上复述别人的话一样，都是某种符号而已，并不因为它有某种传统或历史有价值观，它就有比我们复述的符号更深的某种本质，没有。所有东西都是对前人的某种复述，这个呢也非常符合这种平民主义的诉求，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呢是有优先性的。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喜欢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这个说法。在我看来呢，其实无根之人不是复读机，而是视觉符号的交换机。看上去他们是在复述，在复制，但其实上不是在复制，他们都是在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交换。就像很多人在电商网站去买同一个打折物品一样，他们做的行为不是去复制别人的行为，而是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交换。所以这种无根的知人的表达本质不是复读机，而是视觉符号的交换机，他们自然会找到那个最高效的交换方式，不管是关于偶像崇拜的，是关于政治的，然后去复述那么一个表述，其实呢是完成他们自己的交换。所以马克思在说起商品拜物教呢，就说人从其所视变为其所有，那我就认为呢，在视觉符号表达时代呢，变为其所吞吐的符号。所以说就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们自己说自己是复读机啊，也是我说他们是符号交换机，所以这些人既不知晓历史，也并不关心历史，也绝对不会关心什么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呢会非常舒适的顺服于他们这种虚假的视觉拟像，这种视觉的创造物，用这种视觉创造的符号来隔离它的过去，隔离这种东西本身可以有的意义和它能够展示的。就是正因为此，也不会有任何事实历史能够同他们表述这些符号相矛盾，他也可以自己和自己抵触，去修改自己过去的符号和他的迷因。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无根之人在网上人很难被说服，就根本不存在说服这个事儿。像我也说了， 他只能自我克服，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自己的这套表达仅仅是一种符号交换，他不跟任何事实历史和存在真正的相连，只是为了构成他自己表达的一个逻辑而已，他仅仅在意这个逻辑内部的交换关系，而不并不在意他是否真实。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根本就没有说服这件事的存在，也就不要想到去说服的问题，对于视觉符号交换机没有说不说服这回事。所以说这种自我表达啊，从古典时代到现在，就可以说有三个不同的比喻去比喻它。就古典时代，每个人的个人表达就像是面具一样，面具这个词 persona 指的就是人格，面具就是指人们在悲剧之中，然后歌队戴着那个面具去表演。这个表演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去演别人，而是每个人要通过获得角色成为历史。也就是古典时代每一个人的自我表达是要透过表达获得角色和身份，这个角色和身份不来源于自己，而来源于历史，从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是那个时候表达的基础。到比较近的时代，就纯粹个人主义的时代，就比如拉康的镜像理论和荣格，这个表达呢更多的是一种自观，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就每个人为什么要做表达呢？因为只有透过不断的表达，每个人才能从表达中呢看到自己，并且成为他自己。那彻底进入个人主义平民主义时代的表达呢，连镜子也不是了，就像我说的，它就是一个交换。那每个人表达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成为历史，也不是为了成为自己，而是为了交换到他需要的东西。因此每个人呢都会成为系统要求他所成为的一个符号。所以这种无根基的自我开展交换式的表达，它根本就是无自我的，也是没有所谓真的东西。就前两者的假设，成为历史或成为自己，都还是某种有人的假设。到第三个地方开展符号交换呢，就已经跟人没有关系了。所以真正的非人之处，就可以在这么一个对比的比喻之中得出。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用那种语言阐释的方式理解词汇啊，自我、根基、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呢，其实也就是很高度一致的词汇。我们之前也说啊，他们开展这种交换和这种视觉符号过程呢，是无想象力的。实际上，这种交换呢是高度逻辑的。这是为什么网络这些 meme 我们如此容易理解的原因，就是因为符号交换从来不是无厘头的。只要你知道那个信息，你有那个符号的超常识，你就立即能理解。比如说我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这个 swag、Gangnam Style 和 Gandalf 三个东西的结合，就这种拼接完全没有任何想象力，就是符号拼接到一起，这种拼接和反讽。所以说今天的这种视觉符号交换啊，是完全我认为啊，完全可以写出逻辑表达式的，就是这种里面呢，逻辑和可理解比感觉要多得多得多。就如果你看今天的脱口秀啊，包括尤其是中国的脱口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呢就是语言符号交换秀，它其实本质是高度逻辑性、高度知识性的。就比如说那个官方，就今天哪个官方的报纸我也忘了，在夸罪那个片子《哪吒》，我也没去看，我觉得肯定不会好看。然后这个高赞评论呢叫官方吐槽最为致命，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官方吐槽最为致命指的是以前官方媒体去吐槽一个什么东西就完蛋了这个意思，但今天这个官方媒体呢实际上夸这个片子，他在下面说官方吐槽呢最为致命，实际上就是把官方在夸这个事儿拐两个弯，用一个讽刺的形式再说回来，就说官方夸他最好就是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本质上呢是特别特别合逻辑的。而今天大多数的视觉符号的交换都是这样的形式，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就他为什么不能在第一条直接说啊，官方都夸你了，你个电影真是要飞黄腾达了，而要说官方吐槽最为致命的，就明确的让我们意识到在视觉符号交换游戏之中内容其实不重要，就内容的优先性是让位于表现形式的优先性的。这听上去就很奇怪对吧，因为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嘛，但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尝试，我们很明白在网络视觉符号这个问题之上绝对是内容服务于形式的，形式的优先性要远远大于内容的优先性。原因我们之前也说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在复读机的隐喻之中所有内容都不过是一种复述而已，所以说由于所有内容都毫无新意，仅仅是对过去的复述，所以内容并不重要，就看我们复述的时候能不能花样百出了。而正是因为在形式上要花样百出，逻辑和知识才很重要。为了花样百出，逻辑在这地方呢其实就挺重要，既是创造它的重要性，也是理解它的重要性。所以你看海德格尔说逻辑是闲谈的好朋友，闲谈其实是需要逻辑的，在这样的例子之上呢，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个话。因为闲谈啊，主要就是指形式大于内容的，所以实证主义的内核已经包含了，因为实证主义是一个特别强调形式主义的东西啊，其实已经包含了视觉符号化很大的冲动在其中了。所以视觉符号交换本身就是一个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特别合逻辑的一个方式方法。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内容一定会越来越屈服于形式，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网络视觉交换啊，从表达消费到表达即消费。这里我举的例子呢就是在这个直播里面打赏这个主播跑车，就是你当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送他跑车，只是要贵得多，但实际上在直播中呢你可以打赏他跑车啊。其实最开始一种消费的表达就是表达即消费啊，应该就是 QQ 秀。意思呢就是个体本身，你看过去什么叫表达消费，在表达消费之中呢，个体先拥有这个物，再表达出个体与这个物同在的状态。比如说我买个跑车，我拍下我手握在跑车的方向盘上，发一个朋友圈，这种东西也挺多的啊。这是那种过去最早的逻辑，先拥有物，再展现一种拟像，就是个体与物的共在。到呢，直接在网上 QQ 秀或者网上送主播一个跑车。到拟像呢，就是这个商品符号本身，或者商品符号本身的拟像呢变得更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我再举个更好的例子，就今天很多安卓相机
这个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有个水印，这个水印呢就是说这是啥相机拍的，比如是华为 P9 拍的，这小米米6拍的等等等等的。这事儿其实是很奇怪的，而且在现在比如说那种特别突出自己照片功能的相机，像华为最近一个特别长焦的相机，就很多人晒那个照片，其实更大程度上晒的是那个水印，而不是它的照片本身。在这个情况之下，照片的创造性其实并不重要了，更重要的呢是这个照片用那个相机拍的。对，在这个情况之下，表达内容已经完全让位于了形式，所以并不是有一个消费来表达，而是表达本身就是一个消费。所以说之前啊，表达是消费的延伸，像我去餐厅吃饭或者我买了个跑车，我先消费了，我拿这个表达呢去延伸和延展我的消费。而现在不是了，现在变成呢我就是为了表达，而消费呢是表达的基础。我买这个手机就是为了去拍出这样的照片放在网上，展示出这个水印，让人们看出我拥有了这么一部手机。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想法特奇怪，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就你们可以去这个虎扑的数码区啊，这样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多。而未来随着这个虚拟世界的进一步发达，就这种表达即消费的东西呢会越来越多，就是一个东西的内容实质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它的形式呢变得最重要。像最近那个 Face App 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谁变老了其实不重要，就是有老照片老人的照片这个事儿呢其实最重要。所以由于交换在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已经盖过了消费，而重要的呢就是符号交换，我们就要来审视一下交换是什么了。其实审视交换是什么就很像在审视钱是什么这个问题。钱是什么呢？钱当然就是一个中立的一般等价物，它对于所有商品一视同仁，它买 A 商品是1块钱，买 B 商品的也是1块钱，它是零零碎碎的，就它可以几块钱花在这儿，也可以几块钱花在那儿。对钱来讲没有东西是重要的，买10块也是买，买10万也是买。所以交换尤其是一般等价物交换本身就是一种零零散散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并不是人变得多元了，而是整体性消失了，变得破碎和零散了。所以说视觉符号产生的表达霸权就是一种零散的霸权。这种霸权针对是什么呢？它在针对一切整体性的，针对有一个整体的秩序的自我，他特别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个体有一种整体的秩序性的自我。就是因为这种表达霸权需要的是什么自我？需要的是能够玩各种符号游戏和符号交换的自我，能够在各种符号之中去消费，去耗散他个体的自我。所以说符号这种视觉符号的霸权啊，需要人们即插即用的跟各种符号系统融合，为符号系统所用，当然在从中产生交换呢，他们也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奖励。所以就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互联网能够表达民意吗？我当然觉得不能。因为如果民意产生在这种互联网视觉符号的交换之上，我们问的根本就不是这是真民意还是假民意的问题，我们问的是这是民意存不存在的问题。它呈现出来的仅仅是交换逻辑，呈现出来的仅仅是某种零零碎碎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有任何整体性的东西。所以交换本身就代表着无重要，代表着零碎的，代表一种均值化的一种态度。而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表达时代和表达呢，本身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极其零碎的，极其无重要的，极其均值化的一种表达。在他们谈起政治问题，谈起经济问题，谈起一个游戏，谈起一个电影，谈起旅游，谈起他今晚吃了什么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一样的态度和一样的方法。对，今天呢由于表达如此显眼啊，大家也都感觉到表达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有很多基于表达的反思，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反思表达，如何去改进我们的表达。我倒觉得完全不在这儿，我们不必反思表达，虽然表达问题最显眼，但并不代表它最根本会最重要。实际上呢，表达问题最表层，它的深层问题呢，我们今天的分析其实你也发现根本不在表达上，
就我们更不用去在意人表达的姿态和姿势对不对这样的问题，和不必在乎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抛弃所有符号的问题。在必要的时候你当然可以使用符号，就是我们在意表达，在意表达的姿势和姿态，在意能不能使用符号呢，实际上还是陷入到媒介决定论和媒体决定论，就是不可能我们通过媒体改变了就能够来反过来改变生活，一定是先改变生活再改变我们的表达的。当然啊，在公共领域并不是说所有表达我们现在就都能接受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没有真新闻和假新闻，只有真诚的新闻和搬弄是非的新闻，因为毕竟没有什么基于真正事实的新闻嘛，就是真诚的新闻和搬弄是非的新闻。那搬弄是非的新闻呢，现在依然非常非常的严重，在影响我们的公共生活。因为对于无根的人啊，搬弄是非的新闻呢，它不真诚，代表他掌握一种更高超的、更自然而然的、更自由，不是自然而然，一种更自由的、更没有底线的符号操弄的方法，就能够让它的内容呢更形成一个更好的符号交换体系，促使很多人呢来前来产生交换。所以搬弄是非的新闻呢当然更加严重。所以虽然今天是个表达的时代，但是问题并不出在表达上，表达只是最开始呈现出来那个特别显眼的现象而已。就是如果我们还认为问题在表达呢，那我们可能也是把表象当成真相了。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是生活，就是还是如何能够拥有一个什么生活。一个什么生活呢，在今天这期啊，我们说的不是更像人的生活，就说的更细一点，就你得有一个整体的生活，就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会服务于一个目标，服务于一个完全个体性的一个具体的你的生活目标。但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也讲过，就是一个最个体性的目标往往也是说出来最具有公共性的目标。所以说看怎么能先拥有一个整体的、整全的、有根基的生活，那么浮在表面的关于符号视觉化、符号表达的问题呢，就自然会消散，那种分辨真假的能力呢就自然会出现在生活之中。当然说到这里呢也绝不足够啊，怎么才能有一个整体生活呢，这就很困难的吧。怎么反思一种整体生活呢，哎，那这就是我们下周继续来讲的。那下周呢我们已经讲完了表达社会这么一点啊，下周呢我们就来讲平庸这个话题，来看从这个话题之上呢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些什么新的启发。那好，今天我要讲的部分关于表达社会大概就是这些，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有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是可能更关于下一期节目的，就是说他有个朋友想开一个教成人画油画的画室，也在为这个目标做准备，这算不算一个整体的生活目标呢？在我看来就还不算。那个整体的生活目标是他为什么要开教成人画油画的画室这个问题。就如果他觉得开一个教成人画油画的画室也是因为在他的禀赋之下他可以更好的从社会上攫取价值，像消极自由主义的价值，这依然是一个零散的想法，因为一旦有更高效的方法了，他就会去做那个更高效的方法。那这就要问了，他觉得为啥要教成人画油画这事儿呢有什么重要的，这个才是生活目标。就开画室不是生活目标，就像我做范儿电台，我的目标不是为了做电台，就而是为了别的东西，那个才是我的生活目标。好，这有问题啊，说人真的可以没有传统吗？我的回答是可以啊。这么说吧，人不可能完全与任何传统隔离，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今天的人确实可以不受传统的影响，或者他可以反叛的是传统，他可以不依赖传统的方式生活，他可以不以传统的方式活，这完全是可以的。然后他说传统的传承是通过第一自然，当然就是我们自然有第一自然这个概念啊，就是人造物、人造建制，不光传统的传承啊，就是你的表达也是基于第一自然的，就关于人的一切都是基于第一自然的啊。这个就是要去重塑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嘛，所以才提这个第一自然。如果传统传承呢，当然也是与第一自然高度相关的。这有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虽然没有理解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但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我挺想说一句的。他说最近那边的事儿，经常在网上看到论断，无法理解他们在图什么，是不是一种什么心态？那什么心态那个梗我实在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某种我反而没理解。但前面那个话看到论断是无法理解他们在图什么，好，我这里就给大家举个这个语言学的例子，这就是典型的语言形式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对，比如说对那边的事儿，有人说不知道他们在图什么，但这句话的意思绝对不是说
我不知道他们在图什么。这话的实际意思是说，我知道他们在图什么，但是一，那东西不值得图；二，要么那东西图不着。因此，当我们说我不知道他在图什么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真的不理解他，而更多的是说我们觉得他这样做不值得，觉得这么做蠢。因此，比如说你的父母跟你说，哎，我真不知道你最近在图什么，这话不是他不理解你，而是他希望你停止。所以说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实际上我不知道他们在图什么，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停下来的意思。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还有没有网络进行表达的必要，是不是要投入到对于这个实践之中。我们也知道实践跟表达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对于某种整体性的实践，表达也是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你看这还是我说的，就是问题，你看就是要避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说哦，现在表达实在是表达不好，是不是要停止表达，我都在结尾就是为了说这个。我们要反思的不是表达，甚至不是要反思用符号表达，只要你有一个统一的目标，你在开展一个真的实践，这里面用符号方法表达又何妨。所以表达时代很大的问题在表达上，但并不代表我们现在要反思的问题是表达，或者我们是不是要不表达去投入某种实践，那实践里面有表达咋办呢？所以表达不用去想，就是我们要不要表达，你只要生活不活在躺在表达上，躺在符号游戏上就行。对，我之前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在网上会不会捍卫某种事儿、某个人、某个群体，然后跟这期的关系是啥。其实关系就在于你要看你去捍卫某个事儿、某个人、某个群体是一种对于视觉拟像的符号游戏，还是真的在捍卫。当然你可能脱口而出啊，是真的捍卫啊，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值得每个人好好想想了，是真捍卫还是一个视觉符号的拟像游戏，这东西很重要很重要。我们经常批判一些比较虚假的什么白左啊等等等等，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说那是个语言游戏，而不是真的要捍卫，这很容易陷入语言游戏的，这可以去想。好，这有个问题啊，这就是二次元人群如果能够靠二次元人群来维持他的某种和真实生活脱节的生活，如果一个人能保证这辈子只看健身房的镜子而不看其他人镜子的话，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去说他们的生活不真实，或者说不是一个更像人的更整体的生活呢？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问题大家都可以想。我们下一期讲平庸，再下期就是要讲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 exactly 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在点子上的问题，也是今天这个时代可能面临的一个真问题。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么想，就是你那个想法凭什么就是真想法，别人的想法如果能活得好，他自己都觉得好，那凭什么要去信你这个想法啊？这就是我们再下期要去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好，我们大概回答到这儿，然后要去这个公布一个事情，挺重要的，就是在8月23号到25号，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在北京农展馆，然后会有一个活动，是一个桌游展 ，DiceCon 举办的一个桌游展。这个对，就为什么桌游展跟我有关系呢？就这次泛染电台参加了这个桌游展。然后贡献了一个，不能叫贡献啊，就提供了一个可能还那个时候没有完全成品，但是可以做一些基础测试的一个桌游。这是我和泛染电台另外两个听众然后一起做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在北京的话，8月23号到25号很欢迎到农展馆去看看，可以来参与参与泛染电台这个桌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尝试，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从今天往后呢，可能很多节目就我们一期换一个群，因为最近比较特殊嘛，所以虽然会麻烦一点，但是这个麻烦是值得的，我就只能这么说了。 OK， 这个麻烦是值得的。所以说今天这个群呢，大家比如聊两三天，到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也解散，然后在下周我们换个群继续来讲这个平庸的问题啊，就是同样继续讲这个非人的多方多面里面平庸在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的时代是如何展现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大家要记得敢于去相信。非常感谢你收听本节目，如果希望每周一加入微信群跟我们一起学习提出问题，看到每次分享的 Keynote，
可以微信添加想借 joyshare， 想借的拼音 xingjie， joyshare joyshare， 并说牛津通识读本，就可以被我们拉入群中，每周一起学习了，欢迎你来。嘿，你是不是也听了不少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跟我们一样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可能也挺重要，如果能让更多人听到，虽然可能效果不大，也可能会让这个社会变得好一点点吧。所以说干脆去转发一下好吗，让更多的人可能听到这个节目，我们来试试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吧。谢谢你的转发。萨文一勃发，是人文教派神圣分化，唯命伟大。路德发明教派实验尊大，性质坍塌，把哲学淘汰，远航困乏，枪炮文雅，病菌出兵残害，三十年蒸发人心挣扎。在神权雕版，理性教化，平等自由，康德写进教材，蒸汽喷发，机械争霸，令产能超载，革命神话，巴黎屠杀，阶级翻江倒海，快速进化，制造顺差，传统抛弃的草率，好在个体逐渐生发，居高临下，炮制文化，然后发明自己的蠢话，主导文化，在检测众生地裂基因的编码，随后进入黄金年代，不容置辩。可一八年又兵荒马乱，我说的十一战，一百年后还未学会理性计算，怎么办？一再降低底线，去欺骗制限，并行计算，公理与道德在深度学习，下面可以两全。奈何情绪总不定使唤，失眠疑团深度思辨，和试验和平还是判决死缓。现在的人很容易被挑动情绪，尤其是那些他们不该感动的东西。可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呢？其实他们也毫不在意。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吧？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了。别想太多，对号入座，利益财政他在说，必在乎不假思索，全靠金钱就这么赤裸，钻营开拓，捧杯相较财产阔绰，不甘示弱，又因此我活得快乐。别想太多，对号入座，快感财政他在说，别啰嗦，已经实证，没有意识，更没有自我，乌巴比妥十五毫克静脉注射，不假思索，又不死不活的快乐。觉得海德格尔说的是真的，也许只还有一个神可以来拯救我们。全是演化，也全是卜卦，全局伟大，全人口叠加，骨骼软化，知识累加，常识理论快速上架，记忆力耗尽脑汁已被告知，失而复得，有得而复失，标志着资本主义循环消费无可挑剔，必然超支，假意和 greedy 它相互交织，垫脚石批量集合，浑然不知，分享道理个性消失，奖励大同小异，它变换措辞，多巴胺永无过时，开始编码闭幕词，结局秩序坍塌，逐渐辨识，都焦虑随声附和，面面相觑，无人负责，就在这不该的场合，预言着通道的覆辙，鼓噪我苦难的口舌，开路在迷惑的沼泽，翻开我晦涩的书册，语词句册听者的愈合，来把你直觉筛选，挥手开显梦境的曲折，被人转载，另眼看待，将去篡改，见钱眼开，真相掩埋，标题惊骇，俗人反态，留下我未老先衰，奈何奈何，学会不露声色，接受完败，推翻重来 on the side， 效率确定操作功力成果技术的姿态，感应虚空鼓声放肆毁灭异象的天开，财富游戏
手机流量充值，消极的自在，可被刺猬众人接管，然后置身了世外。我确信个体平民炎凉世态，平等惨淡无人例外，束手轻心继续等待。Thank you.